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奇火浪人啦。咁第62次每周和你倾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首先恭喜翻啦。咁啊，9月份啦，咁有听过我嗰、那个Zoom 嘅9月赛前部署咧，咁啊顺利啦。咁啊，26,200喺上面就开咗淡仓啦。咁啊之后一级级去睇咁样咧，咁上个星期就已经好顺利咁到达咗我嘅24,500嘅目标位啊。就咁喺Zoom 嗰时都讲过就话预计月波幅咧就系2,000点嘅。咁今個月啦，即係九月啦，其實已經行咗2,072點，咁所以我手上嘅淡倉其實都順利，即係都按部署啦，咁已經全部清倉嘅啦，已經係啊，咁啊最多個口就食咗2,000點啦，2,020啦，係啊，咁差唔多食曬成個跌浪啦咁樣。咁咁即月會唔會再跌呢？其實就冇水晶球嘅，即係我作為一個散户啦，其實食到呢個魚頭魚身，其實已經好滿足嘅啦。咁魚尾就唔係我哋食嘅，係啊。咁啊，自己有淡倉嗰啲就自己衡量下啦。好，咁我哋嚟緊點樣睇咧？個下個禮拜嘅市，好，咁我哋先睇翻呢度啦。好，咁啊好淡分水啦，咁啊下个礼拜好淡分水，我摆咗24,790至到24,520嘅，系啊，向下咧就得一个嘅啫，系啊，24,200至到23,980啊，记住啊，系十分之重要啊。好，向上咧就系25,100至到24,940，同埋25,480至到25,280，再高一级咧就25,810至到25,630嘅。好，咁咪轉另一張圖啦。好啦，咁喺呢個戰火區啦。咁其實喺 Zoom 個 live 嗰度咧，都講咗話，譬如九月個戰火區咧，其實喺25,200至到25,600嘅。咁以量度跌幅嘅話咧，其實咧已經達到咗第二個級別嘅啦。咁會唔會再落多一級別咧？再下面嗰級別就去到24,000嘅。咁其實暫時即月咧，今個月啊都仲係淡有做主導噶嚇，小心啊！咁啊，至於個好多人會問啦，即係問係咪依一下，即係上個禮拜已經建咗個底啊，又或者大戶平倉未啊？咁好多人都會問 PM 問我嘅，係啊。咁我哋陣間再講講啦。好，咁我哋先睇下個全倉先啦。係啊，睇一下。好啦，咁睇翻全倉啦。咁其實今個月即月咧。淡倉其實是有些食糊的，但是並不是全部吃完，亦都是有些倉是搬了下去下面那邊24,000那邊下面位置的，這裡甚至有些再低一點的。那留心啦，留意啦，那這個區域呢亦都是古惑的倉的最低的一個目標區啦。那其實看回，即如果以權倉去看回呢，下星期可以留意住翻啦，24,600是圍翻一個中位啦。咁向下咧，咁啊兩個級別啦，即係24,400啦，同埋24,000，同埋即係其實跟之前差唔多。咁向上咧，反而就要留意住翻依度啦，係啦。咁啊25,000至到25,400啦，係啦。咁可以留意住翻依個位置先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依一個位置啊，如果未見到有大手嘅減倉，又或者將啲好倉再向下搬嘅話咧，咁暫時會睇翻就係話所有嘅上升啊，即係所有嘅升啊，都會視為反彈啫，就係啊，咁啊，即係啦，所以要留意住翻依啲區域啦。就算佢依度有減倉，但佢搬咗落下面嘅話咧，都係要小心啲嘅。你依個緊記住啊。好，咁我哋再轉另一張圖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依張係4小時圖啦。咁其實之前一直講緊嗰個反彈穩率啦，係啊，即係0.382依個啦，係啦，咁啊，依度。咁其實呢到達咗0.382啦，咁其實已經好順利咁就再出多一個新低㗎啦。咁其實新一組嘅反彈率呢，咁基本嘅38.2呢，其實喺返而家就去到26,288嘅。咁但係暫時相信呢，短期係好難會再上返到呢啲位置。亦都有大機會，我覺得好大機會呢用緊呢個組合的反彈率咧，其實會有機會失效，因為其實之前依一個組合的反彈率咧，其實已經行了3次嘅啦，咁
再加埋啦，樓上其實老實講就都阻力重重嚟，大家都一直都講話樓上阻力重重，係啊。咁其實上個星期都講啦，依度有個個頭肩頂形態啦，依度一個兩個三個啦 ，OK 啦。咁依個頭肩頂咧，其實基本嘅兩度跌幅咧。其實已經是到了的，即係比一比例啦，其實已經到了的，所以其實出現反彈咧，其實是不出奇的事嚟嘅，即係所以我哋可以簡單啲去睇啦。其實可以用翻依度啦，我哋用翻譬如依一支巴啦，支巴係八月嘅三十一號嘅低位同個收市位啦，咁大概個水平就喺25,000-25,200嘅，即係紅色依個區域嘅，咁而依一個區域亦都係反彈，亦都係今個月嘅高位啦，即係今月高位26,478啦，26478啦，同埋下面嘅低位，下面嘅低位啦，24406咧嘅反彈嘅黃金比率嘅 38.2% 嘅，咁可以留意住翻呢個區域先啦，咁就咁其實即用呢啲嚟去睇翻個反彈啦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如果到大戶再惡啲咧？其實佢分係唔會，即係分分鐘咧。上個星期五依度啊，依個位置依度，係嚟依個上個星期五嘅，上個星期五上個星期五嘅反彈咧，其實已經到咗23.6嘅啦。其實都，所以其實如果大戶惡啲嘅話咧，其實可能已經到咗個反彈又再落都唔出奇嘅。因為如果有相信，如果你睇開我嘅 Telegram 頻道嘅時候咧，咁其實我都成日都會用黃金比率依兩組嚟去睇下個即時咁所以咧，其實下個星期啦，其實我哋可以留意住咧，24,900呢個水平咧，可唔可以守得住啊？即係守翻期之上啦。咁其實守期之上嘅話咧，咁我哋可以繼續睇反彈啦。記住啊，係講緊反彈，並不是真升啊。因為喺圖形上面咧，其實暫時都未曾見到有高低腳嘅。轉張低圖會清楚啲。其實而家我相信坊間個都會講啦，一底比一底低啦 ，OK， 係啊，咁所以其實暫時都未見到有高低腳嘅出現啦，咁亦都現貨啦，我講現貨亦都冇見到有大成交嘅出現喎，咁所以今個月仲會唔會再跌落去咧？其實咧，老實講就冇人知嘅，但係喺圖形上面咧，但係暫時就未見到有信號係嘛，見咗底先啦，就係、是、啊。唯一有利好的因素的原因就是可以解釋就是三底啦，依度 OK 到啦，即係啦一個底、兩個底、三個底啦。但是其實依三個底咧，其實都仲未曾確定噶，未曾確認是一個 confirm pattern 嚟噶。咁所以其實至少個後市啦，要企翻喺25,000-25,400咧。咁就先可以叫做初步確認啦。咁25,000-25,400亦都同我哋權倉依一個位置亦都一樣嘅。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啊。咁啊，最後啦，咁啊，即係緊記啦。咁古惑的倉咧，其實咧就仲未曾走嘅，未曾走嘅。咁但係不過應該咧就有睇翻咧，就部分咧已經鎖咗利用嘅，其實都係啊。咁但係記得啦，其實只係部分嘅啫。咁最後一個級別24,000-23,800咧，即係依度啦。呢張級別啊，即係究竟即係仲會唔會落去咧？咩嘢仲搏唔搏咧？咁呢啲你哋自行決定啦，咁樣就係啊。咁但係即月啦，講今個月啦，得翻六個交易日就期結嘅啦。咁但係呢六個交易日裡面咧，即係多事之秋啦。咁啊，又放假啦，又冇筆水啦，大陸又冇事，大陸有幾日冇事啦，跟住日本又冇事啦，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嘢。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啊，即係唔好小心唔好做聰明仔啦。OK， 係啊，咁。要玩的都玩晒，我哋根本要食晒成段波幅嘅就已经好爽嘅啦，其实都好啦。好咁啊，睇翻个纳指啊，咁其实纳指啊上个星期嘅跌啦，咁啊其实都仲系守紧咧，我前个星期讲个红圈位置，即系红色区嘅位置啊，系啊，红圈呢一堆系啦。咁其實啱啱冇跌到落咧，又守得住喎。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啦，我哋要留意住翻啦，15,430至到15,270守唔守啦？如果依個位置守到嘅話咧，都仲有機會慢慢又再上翻去行新高，因為其實納指大家都知美國傻噶嘛。咁啊，唔排除佢依度做完一個調整，然之後又挫翻上去都唔出奇嘅。咁相反啦，如果去依個位置失守嘅話咧，咁我哋下面一定要望實住15,170至到15,500啦，同埋下面依、這個14,800至14,700啦，咁依兩個係會較為大少少嘅支持嘅，特別係14,800至14,700啊。
咁可以留意住翻呢一個位置。好，咁啊，另外道指啦，咁啊道指亦都一樣啦。咁啊上星期已經失守咗呢個35,140至35,650啦。啊，亦都好順利跌到去下面嗰個我哋之前所講嘅支持區啦。咁啊34,670至34,510嘅。咁其實都一樣，咁啊守翻，即係如果佢守下個禮拜佢守得住呢個區域嘅話咧，咁可能會再上翻去上面彈翻啲嘅，因為其實之前講過話，美女三大指數唯獨是道指比其他兩個創出到新高，但係佢一路係頂喺個高位度頂嚟頂去頂唔上上去，咁佢就需要再跌翻落嚟嘅，咁但係如果呢啲位置佢仲未曾調整夠嘅話咧。佢就再下一個級別咧，就要去到34,200至34,000嘅。記住呢個位置係十分之重要嘅。係啊，咁啊暫時睇啦，即係如果整體即係成個環球先去睇啦。咁如果港股咧係要再殺落去24,000嘅話咧，咁其實美股嗰邊係有可能做到一個助攻嘅一份子嚟嘅。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翻外圍嘅走勢啦。好，咁最後啦，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，其實呢一轉咧，大家贏咗就好噶啦，好好咁保護翻你哋個利潤啦，記住切記心紅啊，係啊，因為我都近排都收咗好多不同人嘅 PM 啦，話到話呢一轉跟到上車啦，咁啊食到有啲人話從來未試過食一次過食1,300點啦，我哋都有收好多呢啲 message， 咁所以大家啦，記住。我哋係冇水晶球噶，今次我哋好彩上到 boot 車咁樣嚇，但我哋唔好將呢嚿紙嘔翻俾個市場啦。九月得翻嘅日子唔多啊，係啊，咁啊，儘量輕倉上陣，算啦，玩下就算啦，得翻6個交易就期結，咁啊，不如作成好好部署下個月嘅部署好過啦咁樣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分析就係咁多啦，咁啊，記得啦 ，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啊，咁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。咁仲有啦，我有 Facebook 啦，同 Instagram 仲有 IG 嘅。咁啊，記得訂閱埋啦 ，OK， 贊好啦，好，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，係咁，拜拜。